那你灌落音灌到自己了吗？我灌不到哎、欸，我就不要讲摸奇，他们觉得我很好奇，因为外国男生不要讲很好奇，这女生怎么这样讲？不是，我没有说很好奇，有，你刚才很好奇，跟你耳朵太脏了，我怎么还讲我好奇呀、啊？OK， 到底是讲错还是听错，就先不追究。想将合体孙种尺度无极限，只是他选男人的眼光却被唾弃。他真的是业障很深烈，才会都找到那些男人，那个拐瓜裂枣都在他身边，什么流鼻涕的啦，斗鸡眼的啦，衣服很臭啊。衣服还好，鸡鸡臭的也有摸。讲问鸡鸡臭的，鸡鸡臭你干嘛闻？我真的好受不了他。我为了跟他录这组，看他所有的影片，还有在说鸡鸡的就有够了，他怎么消除？味道，这是低级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出国，我每出国的每一集里面啊，都有不同的艳遇或男生，常常倒在男生里面，然后醒来的时候，哦，就又在这个男生，然后我这个 party， 所以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，姐姐有练过，对，他去尝试各种人生的可能。不，我不是说没有怎么样，就是大家会睡在沙发，你才不可能没有怎么样。我跟你讲，我还要怎么样啊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很厉害的一点是什么？就是男生呢、啊，他们刚开始看到我，他们觉得我很好奇，因为外国男生不要讲很好奇，这女生怎么这样讲？不是，我没有说很好奇。有，你刚才很好奇，你的耳朵太脏了，我怎么还讲我好奇呀、啊？讲清楚，他们觉得我这个女生一定优雅，用在你身上用不到。我没有，我很会装。是不是？有点事吗？我想要这样问你，我要是可以帮我扶起来的。强强正常发挥，话题跟尺度整个聊得太开，接着话锋一转，开始爆起爸爸的料。他都说他没打、啊，他有打、啊，打很重。他说他只是样子拿出来，他打超凶，爸爸超级厉害。哎、欸，你们都是那种，你心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沙盘对。为什么好好的人被你讲的坏？那真的很坏的人，你认为很好？对呀、啊，要人掐你的，人打你的，要告你的，你都觉得很棒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好像是这样，我男朋友遇到那种打我的，让我上警察局的威胁我的，连朋友都这样。那你为什么这样很开心呢？我不知道在循环什么耶。那你灌落音灌到自己的吗？我灌不到哎、欸，我就不要讲魔性。我是健康频道，你不要一直这样。我可能要感应一下。啊，你感应来。我知道了，怎么原因是我没有跟男人来保护我。我跟你讲，我需要男生来保护我。你看我的，你这样可以看到我胸部。健康频道，我答到答案了，就是我找了一个男人来真正的照顾我，让我依靠的臂弯。我问你一个很深切、很重要的话：你爸爸生你到现在有没有后悔？他一定没有后悔。我觉得也没有，被你讲成那样，他还在，没那么严重啦，我吓吓他而已啦。他不吓吓，我真的。他真的把你丢到洗衣机？真的，我们家保姆在后面说不要丢，不要丢了。他说他假的，他真的有丢吗？你这样。可是我把他举得很高，洗衣机在前面嘞，要投上去了耶。我跟你讲，就像我们家飞车一样，你下来之后反而不怕，你在卡在上面抓小啊，你懂吗？哎，他这个讲的对，尤其你坐那个断桥，对吧？就好像是你现在觉得你身边有鬼，那鬼赶快出来好不好？你不要一天到晚吓我，你懂吗？为什么要帮我讨我的债，然后我帮他讨他的债？我就先去那先生，然后那个发呆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偷看我鸡巴还有钱啊？还不还钱啊？是最快的速度，很棒的方式吧。看孙总害羞的表情，这个自创的讨债方式会不会走得太前面了？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